本来没这么多活的，本来没这么些东西的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桌子吧，这两个，这个我想要，把这个给我。天哪，还要回去的。你买这么多干嘛？你告诉我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就是一桌子一茶几，它比较大众啊，其他都是小东西啊。那是桌子，那是茶几，剩下这就全是你的，那全是你的凳子，全部都是。我哪有买这么长的呀？这个我没买啊。你买了呀？你送过来了。我没买这么长的，我买的是小的。快送回去，送回去！那谁送过来？送回去。这么长我送回去，不要了，太多了。这个茶几太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俩桨是干嘛的呀？这两桨，你放里边当装饰的吗？这茶几放着真的很碍事儿，又碍事又碍眼。这老师弄个桌子不好吗？你说？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问题是他还有桨，太扯了，这俩桨太扯了。那丑茶几下午就给他上湖面上划了得了。让我们荡起船，太丑了。你们的生活跟喜剧一样，真的。我给你们准备的蜡笔小新园长跟这个小葵。XXL 的。你说丑的那个，你们说丑的衣服是给你们的。你们选一下，小葵是我的，然后小新跟园长。我给你们准备的。君，你给他说一下怎么说来着？什么？什么衣服？丑的一塌糊涂。真的丑啊！这讲点实话不行吗？现在小丑竟是我自己。